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西西小姐姐来做客。大家好，她可能是我做我的一百个女朋友的 inspiration。我是被她启发才想到做这个。Really? 对，真的。How? Like I'm so flattered. 但我觉得我很普通啊。没有，我觉得之所以我认为她是最 inspire 我的人，是因为我在想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没有人家里是什么巨富甲啊，或者说什么某国领导人啊，什么对对对，或者名媛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每一步都走得特别特别的积极，然后取得的成就特别耀眼。然后我就特别想让你来讲一讲你的生活，这样我也别介绍他，由西西小姐姐自己给我们讲一下。他真的，你听他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没有没有，而且她是我在认识很厉害、自己很有能力女生当中，就是她心地特别善良，而且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就认识她，你会觉得哇。Wow, I'm lucky to have a person like that in my life. Oh, now I'm gonna cry. That's truly how I feel. Wow, thank you so much. Oh, 我觉得我也是被你一直 inspire. 真的吗？对，可以先讲一下我吧。那我首先山东人，就是一直从小在山东长大，然后念书，然后后来当然就是非常 lucky， 然后就考进了北大。当然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在北大学习了4年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嘛。跟你聊的时候也提到嘛，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pivot moment， 可能就是你要做一些选择嘛。然后像我的话，我家人就一直很想让我继续念书啊，然后继续可能比如说当个大学教授啊等等的。那我自己就觉得我一直不太想继续走那个学术的那条路嘛，然后我就会想继续就是开始工作啊，然后自己开始进入社会。然后所以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先进了P&G Procter & Gamble， 然后我当时对保洁。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想进外企？这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才我就不暴露年龄，不暴露年龄。对，但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一些，就比如说像现在什么 TikTok 啊，就这些大厂这些概念嘛。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想去一些，比如说像投行啊，比如说像咨询啊，比如说像外企啊，这些工作。对我自己来讲，我其实一直数学都非常的不好，然后我自己知道我是不可能像崔哥去什么投行啊这些。那另外一个选择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去外企嘛。所以我当时就是先去了外企。在外企做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嘛，然后我当时其实就一直自己心里是比较明确，我其实想也多出去看一下，因为我一直不像你们就是可能在国外念书啊等等，我其实一直因为家里各种原因吧，也一直没有出去念书。然后虽然我妈妈是很想让我继续出去在国外念一个什么 master 之类的，但我自己就选择先开始工作。但我自己就是想，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想要出去工作的。广州待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嘛，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努力积极的争取，然后当时正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把我派到了香港，然后当时我就在香港又做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也是还跟 Procter & Gamble 的。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后来在 Procter & Gamble 又做了这3年在香港跟台湾 market， 然后之后呢，当时公司就说，哦，你要是继续做的话就可以去 promote 吧。然后但是我自己当时就觉得，其实 I don't get inspired like byLike staying in the same role, just like higher levels. 所以我当时自己又 make a decision， 就说那不行，我还想要去看其他 markets。然后当时呢，就跟我的老板，就我自己当时也非常 lucky， 有非常 supportive 的 mentor 跟 career sponsor， 就跟他们去聊。那他们后来又把我送到了新加坡，然后把我送到一个 global team， 一个新的 team 去。然后呢，后来就是在外企，最后难免肯定你会要面临一个你要不要 promote 这样一个选择嘛，对吧？就你不可能总是在你自己的 level， 你自己的 role 上不停的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老板又来跟我有这样的一个 career discussion， 说那你接下来就是你想怎么去发展。但那个时候我自己又想，我在外企当时已经做了5年了，一直在做品牌管理啊，一直在做就是品牌营销这个方面。就虽然我看了不同的就是 all the Asian market， 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互联网啊这些 tech 的这些新的公司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嘛，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想要去做一些 tech 的东西。后来我就去了 Google， 然后就是在 Google 也是新加坡一直做了几年的时间。哎，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都是美国的公司啊？ Procter & Gamble 和 Google 的这个文化特别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当年我 join Google 的时候，我觉得 Google 还是蛮像一个 startup 的感觉的，就是虽然那个时候其实体量已经很大了。你有拿到初始股票吗？没有，还自由了吗？I wish， 没有，并没有。对，那是在 Google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帮他们？我当时也是先从就是 marketing 开始做起嘛，就我觉得换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换工作你通常如果要换去一个公司，
你最好还是有一些 consistency， 对对对吧？要不然就是你的 function 是一致的，要不然就是你的地点是一致， market 是一致的等等，有东西还是要不变的嘛。对对 对， 对，所以我当时换公司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还是 stay with the same function， 就是去做 marketing 的一些东西。嗯，然后去到 Google 就先做 marketing， 但后来因为我在 Google 做了一段时间的 marketing 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想去做更多的就跟产品相关的东西嘛。因为你在互联网的公司，它其实就是一个 product driven 嘛，就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产品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后来其实我的那个 career path 就慢慢去 pivot 去做更多跟 product 相关。对，然后后来你从 Google 又去了 Facebook 是吧？对，我后来又转去了 Facebook。我真的觉得看你的 career， 你知道我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很多人就我包括我的粉丝说，哦，你很多的朋友基本都是跟你背景很像啊，就一半小时候在国外长大或者怎么样。然后我第一次见 CC 小姐姐的时候，我觉得她跟我的背景差不多很像，完全不一样。后来发现不是，然后后来我以为他在香港上了一个 master， 后来我还跟他说，你只是在香港上一个 master， 你英文为什么那么好？然后他说我没有在香港上 master， 我只是北大毕业的。后来我就觉得哇，他真的他的英文超级好，比我认识很多小的时候去美国的那些小孩的英文还要好。谢谢。包括写啊什么的，就你很难想象这个人就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说，哦，你其实成功或者说你这种背景文化，对于我来讲，我的这个 circumstance 找是这个状态造成，因为我小时候一半时间在国外，一半时间在国内。但是很多人他真的就是因为努力，还是因为有天分，就是自己优秀才会这样。那我觉得你也是啊，你也没有就是一开始就学，比如说主持啊等等，对不对？我觉得你也是非常斜杠，自己进了这个行业。我们继续互吹吧。但是说真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哇，他真的是 it's amazing。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虽然跟西西做朋友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我来了新加坡以后才认识的，等于认来新加坡之后认识的最初几个朋友。对，但是我就突然间觉得他是一个 to be honest， 就是我又要哭了。 人老了以后，就是我年龄大了以后，我会很 guard， 就是关上一个圈子，不让别人轻易进入我的生活。对，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的人啊什么，你就学了 lessons，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你能相信，有同感。对，然后 CC 是一个，我就觉得这个人心态巨好，然后心地特别善良，而且是对朋友很好的那种。他是一个不光是可以信任，他还会 be there for you。你知道就是 be there for you 有多难吗？是，但我觉得也是同样都是双向的嘛，对吧？就我觉得在我其实咱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当时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对，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我也自己觉得就是非常 appreciate， 是 Tracy 你一直在那里 be there for me。然后我们当时也聊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当时还有Vanessa, Alexis, basically everyone, right? 我觉得其实就是女生还是去 support each other，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很多事情就是你可能经历的比我多，我一说我的一个经历，你大概就立刻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你说的东西立刻就对我有一些 inspiration。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不要哭了，两裤子。这集为什么这么感动？像那个原来央视那节目叫什么戏剧人生什么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煽情的节目。但是其实煽情不是我的目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把我的女朋友介绍给大家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特别想做CC。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然我身边的女朋友有很多都是超级优秀，然后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单身的人，然后CC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她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方位都非常优秀的女生，对事业有追求，对朋友非常的讲义气，然后心地特别善良，然后又是个美丽很优雅的一个女生。哦，然后看到她以后，虽然说可能每个人的情路都比较坎坷吧，是昨天 Alex 才讲了一下她的那个情史，但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就是我想到你这样的女生，应该是在国内上北大的时候遇到一个学长，然后在一起结婚，现在有仨娃的那种。但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你上北大这件事情，就说实话，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吹牛或者干嘛，但他确实不容易，对吧？就是你像你高中三年，就是我当时在山东，真的我是努力学习考进北大嘛。我觉得就是在大学之前，我是完全真的感情一片空白，就没有谈过恋爱啊等等。那你有喜欢过别人吗？有吧。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认准我想要做什么事儿，我就真的非常非常 focus。我当时真的完全没往那个方向去想。但你说我喜没喜欢过别人，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 maybe、也不是很喜欢的，现在就把它忘了。Yeah, exactly.It doesn't matter， 所以现在可能就已经没有那个想法，但当时就确实是真的就是没有去谈恋爱。然后在大学期间我也完全没有在谈恋爱，我不知道你大学有没有谈恋爱。当然有，那我就没有啊。现在有连谈恋爱吗？你有喜欢别人吗？就我是最后在差不多大四要毕业的时候我才谈恋爱。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差不多就觉得自己要毕业了，意识到自己其实大学没谈过恋爱，就 miss。 我现在觉得大学的时候应该都大家都去当海王，是我也觉得真的，对，这个是一个 riskless environment， 就没有什么风险的，都应该这样。对，那你一点恋爱都没有谈，就当时就很少。然后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你又知道所有的中国家长就是一直在催你说啊，大学毕业了，现在准备结婚生娃了，你都当时一脸懵逼，心想这可怎么来呀、啊？就是高中的时候不能谈恋爱，大学不能谈恋爱，一毕业立刻结婚生子。对啊，这是怎么可能？哎呀，对、啊、看对，臣妾做不到。对呀、啊，所以就是慢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其实有比你学习啊，有比你追求就是你的那些社会上世俗的那些成功概念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自己 personal happiness， 对吧？你自己究竟什么才是你最开心，什么东西让你开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让我立刻找一个人结婚生小孩，我可能也未必会开心。嗯，然后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阶段，我就觉得我要去追求更多的 experiences， 就我要去有更多的一些经历，包括说在国外工作啊、生活呀、啊，然后 date 不同类型的人，然后这样我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想问你一个，问吧。因为我看就是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时候，他让你觉得搞对象跟成为一个优秀学生、成为一个好人是对立的、排斥的，对。对。但是这个你知道，就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它是相辅相成的。是啊。突然想到管。我虽然不知道他的 sex life 怎么样，或者说他的 dating life 怎么样，他只有18岁， I don't know， 是、yeah.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生，就是在爱情方面当然应该很多人追求，应该是很情窦初开的，一定啊，肯定是啊，长那么美肯定有人追 啊，对，我在想，就是至少我记得一件事特别清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教授，他有一个小儿子，特别有意思，他儿子大概10岁左右，是90岁吧，嗯，然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跟他妈想他想要 take me out on a date， oh, that's so cute right， 然后他妈说、yeah. OK you can ask Tracy、yeah. 然后他说 maybe you can take him out for some milkshake， 他就喝个奶昔。 I diddid. And we had a really good date. Well, it's not a romantic date, yeah, bu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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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他就跟我出去，然后就聊天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就培养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 connection。对，你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功利性的怎么样，就有的时候就两个人聊天，我觉得也能有很多。就是家长的观念不一样，你9岁的孩子他不可能理解，就是两性之间的感情还没有，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姐姐很有意思啊，我很想跟姐姐聊天，单纯的喜欢你。对，他会鼓励两性之间这种正常的交往。嗯，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后中国是不是希望也会有这种吃的刀？你要不要给我们照一下这吃的？这个是那个 crab cake。Crab cake， yeah. 那你就说情史吧，不用说特别多，你想说多少说多少。情史，但是我就感情经历一直比较简单嘛，大家也知道没有特别多去谈恋爱。就我现在肯定是觉得过了30岁之后，我就会有那种焦虑的感觉，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30岁到35岁左右，女生就会经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30岁之前我还没这种想法，我觉得30岁之后就挺明显的，就觉得自己要准备去 settle down， 要一个就追求稳定性吧。我觉得以前的时候，我觉得那 date 那当然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无所谓，然后那我自己当然就非常不喜欢。喜欢白人，我就比较喜欢亚洲。然后，但现在我觉得就是 ，I think I'm ready for 一个更 stable 的一个 life stage 吧。嗯 ，I agree。那你觉得，比如说在感情当中，你所希望的现在比较 ideal 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就我现在的男朋友，就我自己觉得，就是两个人首先是 value system 要一致嘛，就是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相匹配。嗯，再一个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是会以 family 为重，会想要比较 care about family， 然后两个人又都愿意去一起打拼。不能说门当户对，但是就是两个人你也不能太不平等吧。这个 value system 要差不多。对，我觉得至少要就是你的经历和你的 status 至少要差不多的。就我觉得如果差太多，我觉得那肯定就意味着不平等，那我应该也会受不了。很多人问过我是不是一定要门当户对，我觉得看你怎么来理解什么叫门当户对。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的背景不同啊，但是你的三观和生活方式很契合就 OK 啊。那你觉得是互补比较好，还是两个人相似比较好？觉得都可以。嗯。我也觉得，我真的觉得都可以。像我跟 Nate 就等于是比较不一样。嗯，我个人呢可能会喜欢，就看你喜欢什么。是我个人会喜欢跟我很不一样的。嗯，我也是。嗯，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啊，大家都看我，很喜欢 attention， I'm an attention whore， 对吧？要不然也不会当博主。attention whore in a good way， yeah。我不喜欢 attention 的男生，我喜欢那种很低调，然后很有学识，踏踏实实，闷骚型。对，我也是，我就喜欢那种什么学个什么 PhD 啊，哎，对对对，理科男，理科男，没错，这是我的 type。但有的女生她自己可能跟我一样，她也喜欢跟他一样啊。但我觉得那个可能长久之后两个人都太相似了，就是你聊的东西都是一致的，你两个人做的事情也比较一致，可能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 interesting 的东西。我觉得两个人互补的话，好处就是 you always inspire each other。So you like to think that get married first and see how you feel. Really? Now I'm scared and worried. 我觉得相似它也有好的地方，比如说你有很多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你很容易就有一个看法。是。那不一样的话，你比如说后来就知道理科男他们是很木讷的那种男生。对。但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有一个 different opinion 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怎么去 deal with it， 那个才是最关键的。有些人可能就选择完全逃避他们的不同，我觉得我会 prefer 的方式就两个人去 have 一个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 actually really like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我觉得当你聊完就是这些很难的，就可能当时两个人都很痛苦，两个人都觉得你怎么能这样想，另一个人觉得你怎么能这样想，但聊完了之后互相理解了之后，当你有一个 alignment， 我觉得那个时候两个人的感情才更 deeper。那你觉得外貌上，就我是外貌协会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帅。你喜欢哪一种？肌肉男。肌肉男，为什么这么多小姐姐都喜欢肌肉男？我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蛮狠的人，就是我想爱美方面的追求啊，还有我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吧。我不娇气。对，我不娇气，我超级不娇气。是，我觉得你跟我也差不多。他喜欢健身，他健身超厉害，所以你就很喜欢，也同样喜欢健身的男生。对，我自己是每天都要健身，每天都要健身，听着，每天。因为我不健身，我就会真的很难受。自己现在比如说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hot yoga， 然后很多人不理解 hot yoga， 你在一个42度的一个房间里，我试过那个很出很多汗，我超喜欢那个排毒。哎，对啊，就我觉得那个对我的，你会在这里有机会做吗？对啊，我就在这边 有机会，我跟你一起去啊。好呀好呀，但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有人真的会在那里晕倒，但我自己就真的会很喜欢。就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也是健身类型。对，但是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健身是好事了，就我希望他健身，但是我对那种就是花很多时间来雕琢自己腹肌的男生，我很有戒心呢。那种人很自恋的。对，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去 hike。我不喜欢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下了班之后，我想做的事情，可能两个人一起去 take 一个 walk， 但另一个人可能是想去一个 bar 去 get a drink 之类的。我觉得这种就你两个人很难一起，不是 think， 对吧？你跟我讲过你那个 date， 就是他去人家去的约会，然后说我们去跑步一下吧，对，然后人家认为就是假装跑一下步，是真的跑，然后就去约会，就很夸张，就是完全是跑步。人说你真的是要跑步，啊，不是约会。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两个人就是至少在这个方面上还是要就是爱好跟兴趣是一致吧。现在真的觉得成功的小姐都是狠人，而且不爱做梦的，都是很脚踏实地，而且都是该对自己狠的时候是狠的，该对别人狠也该狠的时候狠。我觉得就很多人会有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就这个我最近是有在去自己 reflect 自己，就你所谓的不要做梦嘛，其实就不要有太多的 wishful thinking。对，我忘了哪个什么 investor 去讲过，好像我觉得你觉得 market always go up， it will not act that way。就人生也是一样嘛，你不要老是做梦，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它就会发生。你就如果你想的事情，就得自己去做。没错，而且你如果在低谷中，你也不要认为你的人生会一直低谷。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起起落落，前面我都说过，我们都有自己要必须经历的劫难，可能每个人的不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对，所以还是要 focus on things you can control。 Exactly。 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我觉得就像崔姓，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 I can't even imagine 就是你是怎么走过来。但是我后来就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自己也意识到，就当你在自己最 down 最 desperate 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讲说 this definitely will pass，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自己去 focus on 自己的那个目标，然后就会慢慢走出来。那你来新加坡几年了？6、7年吧。是从香港来？对对对。然后现在等于新加坡、香港双边工作。两地，对对对。有想要回来吗？来回。也很回来。那你爸妈还在中国，对不对？对。那也很想他们。总而言之，已经快2年多没有见了。那你以后会 settle 在这里吗？我自己觉得就是 short term 应该可能还是会吧，但是 long term 我就不
是特别确定。我记得就是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跟现在新加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吗？有什么样的大的区别？现在的新加坡我觉得就是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多数还是一些 family， 就是大家来到这里就是一些 expats 想要把他们的 kids 送到 international school， 然后有一个 helper， 然后大家基本上都是什么 C level 啊，就是一些就工作上比较成功的人。年轻的人像我这种 profile 人当时没有很多，但我现在觉得就是新加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也不能说 ambitious， 但是就是更年轻的一些 younger 的一些 profile 的人，更有意思的一些人来到这里，就更加我觉得也是，现在他 single 的年轻人多了很多。对对对，是。我还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你人生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然后你怎么 overcome 这个挫折？我自己其实遇到过，我觉得还蛮多的挫折的。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人生当中的挫折，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工作和情感。然后工作上，我觉得几次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当时有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环境有多么的不同嘛。就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工作背景都还是更多是在就是国内啊、香港，就是比较 similar。那我刚来的时候，我当时整个团队全是印度人，只有我一个人是 Chinese。哦，是吗？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英文那么好，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因为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但是你没有说印度式的英语啊，也没有讲中文。我也可以 ，Don't get me started 。就我当时的时候，整个团队全都是印度人，然后你就知道印度人很抱团嘛。对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不能说排斥你，但是就是你必须要花很多力气。会觉得你是一个局外人 ，outsider。对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当时那一年的时间其实蛮不开心的。还有一点就是在当你到了一个外企的环境当中，你是需要有一些 career sponsor 跟 mentor 的。我觉得就是在你在外企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你的 career sponsor 跟你的 mentor。这个 Vanessa 也说了。对，然后但我当时最大的一个 frustration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我看了一圈就很 surprise，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些 top management 全是 Indian。然后全是 Korean， 全是 Japanese， 但是就是没有 Chinese， 也没有人愿意去帮你。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自己有一天就是做到一个 management level， 我 definitely I will help develop the younger talent， 就是想要去帮助，因为我你一定会去的，你一定是很好的一个 mentor。 我自己觉得我因为 I went through that， I knew how hard it was，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也不能说痛苦吧，但是就是一个比较 challenging 的 period of time。 对，然后后来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在 COVID 期间嘛，然后当时我在的那个 team 也有进行一些改组等等的，然后当时你也知道，就是我跟你讲过，其实 career 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波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又经历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情啊等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 COVID 那个期间，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 challenging。在最后，我想每个人都会问差不多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你点不一样的，嗯，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英语能够学得这么好？我觉得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可能没有国外留学经历，没有国外居住的经历，但是你怎么可以学得这么好？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要多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当中嘛。就是多去听听英文歌啊，多去看看英文电影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跟着念，跟着学。就是我当时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我喜欢的电影，这我是会背台词的。那你说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影，recommend 几个电影给大家。我其实自己觉得挺多，就我很喜欢昆汀的电影。然后 Quentin Tarantino， 呀、yeah. ，真的会喜欢的男生会喜欢的， like, 我只看 chick flick， 那种那么暴力。I like like a Fight Club， I like those kind of like movies。Yeah， 然后 The Inglourious Basterds， yeah， like 那种电影就看一次，我永远都不要再看。我看都是什么 Mean Girls， Legally Blonde。我唯一喜欢看的那种比较就是 chick flick， 我可能就是看什么 Sex and City， 我觉得当然所有人都看，还有 Friends。那你除了 recommend 什么 Fight Club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Pop Fiction？ Pop Fiction， 你真的是 Quentin Tarantino。对，还有什么 Kill Bill？Kill Bill， I love it。 对，我再给我买一双，就那个女生的那个黄色的那个鞋子，就是我有买同款。今年的 Halloween， 如果你在 Singapore， you should dress up as Kill Bill's 那个 Uma Thurman 那个 character。 I could be Lucy Liu。 Okay， I crack your fucking head。 The price you pay for bringing up either my Chinese or American heritage as a negative is I collect your fucking head。你现在给对于我们来讲比较年轻的小妹妹们，或者说人生在经历低谷的小妹妹，给她一个爱情和事业上的一样一个建议，好不好？好，先说爱情吧。嗯，我自己觉得爱情就是不要太着急。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态，但是我自己觉得就着急是没有用的嘛。不要为了觉得我要结婚我要生小孩而去随随便便就 settle down，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找到自己人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吧？就是你的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目标，你的三观到底是什么。
嘛，然后这样再去找一个匹合的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大家都会这样讲。在事业方面，我自己觉得就是努力和选择同样重要。我觉得就是有的人觉得说选择很重要，但我自己是相信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越努力越幸运。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不要低估努力的重要性，当然也不要低估选择的重要性。 OK, Thank you, CC. Thank you. It's such a good job.以后你们还会在我的视频当中看到很多西西小姐姐，因为她加油，我希望她将来会经常回新加坡来。好，我会，然后她可能就会搬回来，我会的。OK, 感谢你来，西西，下次再过来跟我们聊天。好。